这是第29块瓦片，今天瓦片上画的是乌鸦。我很喜欢乌鸦，它的记性好，不会忘记一张面孔，懂得感恩，而且还会记仇，还可以吃掉那些腐烂到无可救药的地方。有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还有时间，反正东西就在那里，你总觉得一切可以顺其自然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后来发现不过是你根本没有能力得到，也没有用尽全力去争取而已。当你明白的时候，你开始后悔自责，一幕一幕的去回想，幻想着要是当初如何如何，现在是不是不会那么痛，是不是就可以改变结局。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徒劳，所以在你能行动的时候，去追你的月亮吧，去告诉所有爱你的人，你爱着他们。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遗憾了，不要再亲手去创造遗憾。